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这节课由我们新竹郡郭伯学郭郡守来演讲，请掌声欢迎，谢谢。大家晚安，大家好吼。即我进前上过来边吼，头一边吼上有够侪人诶，是第一边。这边非常诶侪人。咱台湾民政府吼，要离即种诶路愈来愈近啊。今仔我要所讲诶，就是讲，阮咧宣传诶时阵吼，就讲什么台湾民政府是一个诈骗集团。啊！你啊看迄个《苹果日报》啊，伊讲哦，你平常有看过无？迄一批只大片啊，港报啊，甚至《自由时报》联合报吼、哦，还有一些那个网络都有在报。啊，若讲有问题时，迄应该检察官就应该爱来找咱台湾民政府啊，是啊，交单已经四五单啊，我嘛是搁还袂来，我嘛是搁无唔敢，因为咱台湾民政府哦是美国。为咱台湾民政府对2006年去过美国了后诶，美国的迄个承认咱台湾民政府啊暗中来甲咱个合作。至于讲一般人你也无想法令你是看袂啥会出來。所以今仔日是我要顶多讲中华民国确实一个诈骗集团是一个诈骗的，甚至呢，迄互你甚至安怎呢？甚至。你若有钱吼，你若讲犯法，若有钱吼，你就无代志。迄从迄电信有无？迄电信，即个食喷油哦，互咱食喷油哦，食有够侪重诶。啊，结果伊像咱嘛是出来，交保都无代志啊。哦，这些真正是一个吼不公不义诶一个乱政体吼。所以咱得啊利用国际法，利用国际法啊，甲伊挂对因诶中国。咱只有敢用国际法才有法度。你啊用迄个感情的吼，从迄我以前嘛是迄个看本土派吼，拢用感情的，我用花六十几档啊，嘛是过引起大步吼。那咱即马就来先看，你啊看咱台湾吼，伫七八年前够大诶，会当讲足精彩，啊嘛会当讲足坎坷吼，安怎坎坷的？咱个。咱台湾朋友有经过7个视频捐款，到1个占领的捐款，这7个视频捐款是对7个是几个七对几岁呢？上古早的迄个台湾呢是，因为这是无资料嘛，咱拢对迄、那个迄、那个考古较知影，有差不多400年前的时阵。咱这個台湾，因为迄阵在冰河时期哦，所有的大陆吼，拢是连做伙，就开始迁移。甚至呢，国家地理频道哦，因为吼，会当用迄个科学的方式吼，用 DNA 会当查出讲，咱认为是安怎迁移的吼，用 DNA， 但会当看一张图吼。所以伫400年到。4万年前到400年前诶，台湾都有人在住啊，就毋是讲什么中国个什么5000年历史，咱400年前就都有咧，4万年前啊，歹势，4万年前，啊过400年前了后呢，迄阵拄啊大航海时代就开始啊嘛吼，迄阵大兴来迄、那个来迄个占领诶。诶，捐款就是迄、那个荷兰这个荷兰籍，这个叉叉就是西班牙是占北部，荷兰是占南部，过了无几年诶，迄、那个西班牙因为办什么代志吼，军事诶代志，尾仔就互迄个荷兰规个拍败拢赶走，所以遮诶西半部，甚至这个大渡网嘛是互迄个西班牙。嘛是由荷兰来这下征服，所以尾仔伫迄个1624年到1662年，总共38年是荷兰来治理咱台湾。因治理的过程呢，当然因嘛是用迄个殖民嘛，就是当作殖民地，
殖民地甲领土最大的差别呢？你若伫初级班，你若伫初级班哦，就上过吼，领土甲殖民地是差足多的。你若讲殖民地，就是讲因的迄个某国哦，殖民者的宪法甲殖民地是无共款的，因为伊就敢要对这殖民地哦得取这个物资呀，哦，并无管遐百姓，哦，就是讲，所以荷兰来就是开始哦，开始剥削咱台湾的一寡物资，哦，啊，来遮主要是要甲中国，迄阵叫做明朝咧做生意，甲日本，哦。按讲呢，因的这你若讲过来，过来就是迄个郑氏王朝，哦，郑氏王朝还要二十一年，过来。哦，啊，过来迄个就是大清帝国。哦，大清因为我得迄个占领，得殖民差不多210几年。啊，这个期间呢，哦，这个期间有一个大清帝国甲法国咧战争哦，哦，在1885年有差不多占差不多无到一年，哦，有一个法国。啊，过来迄个，因为迄个大清帝国甲日本。哦，迄、那个因为要争取这个朝鲜的迄、那个，这就是要讲迄个要争取朝鲜的那个的的那个主那个什么主这个朝鲜的主权啊，就是说要做伊的殖民者对吧？所以引起的马国那个甲午战争嘛。叫战争呢，大清以后，日本打败了后呢，吼、哦，不过迄阵打败了后，有一群人啊，有一群人，迄个大清人，伊唔愿走，结果就组织叫做哦，这终究翻译成为台湾民主国，不过伊的英语叫做 Republic of Formosa， 那按照翻译起来叫做福尔摩沙共和国，不过。伊这个嘛是维持150天，迄阵伊嘛是邀请一个世界吼英国、法国来参与因的开国典礼。按个伊拢知影，因这是无合国际法的，尾仔因拢无承认，这得马上得消灭去啊！甚至这样子的唐景，等于讲呢，唐景崧吼，阿个邱红甲。那个刘永福，我、哦、啊有一句话哦，就是讲阿伯兰港哦，像那个阿伯兰港，迄阵哦，因就甲迄阵成立迄个台湾民主国吼，的钱啊拢规个款款的，啊当迄个海港拢无人的时阵哦，哦按因就偷走出去啊，哦这嘛是大骗，嘛是大的诈骗集团，哦哪甲中国拢有关系哦，迄种因拢做阿骗的，哦啊个就是咱。哦，咱大日本来开始治理咱台湾。哦，这有两个哦，有两个差别哦。俩日本天皇哦，伫1895年吼，迄阵马关已经大清帝国甲迄、那个甲日本天皇签一个马关条约，甲迄、那个咱台湾甲澎湖永久割领予日本天皇嘛吼、哦。啊，迄阵大日本的迄、那个，因穿的制服哦，的帽徽啊，拢是用这个，哦，拢就用这个。你也伫 FB 里看一下，即道弄这个 mark， 哦，这就是代表咱迄阵大日本，咱那个台湾时阵呢，哦，迄、那个大日本的制服的帽徽，哦，啊，因为迄个日本政府啊，当个听话，日本政府伫一九。啊，加潘石加下唔对，是迄个1895年到1951年哦，总共56年都失去伊的治理权啊，哦，治理权，哦，这后壁会讲到，就是迄、那个，你若是用过初级班哦，就知影个旧金山和平条约，伊就到这就结束啊，哦，旧金山和平条约就结束啊，过来这就有较注意哦，哦。个在1945年的时阵，哦，迄、那个9月7日的，迄、那个美国甲大日本的伫东京湾签投降，哦，投
迄个投降，迄阵的时阵，咱台湾就开始予美国来占领啊。啊，毋过伊当初诶，无遮尼侪人来迄、那个，因为迄阵包含日本嘛吼，琉球，啊个台湾，吼、哦，在太平洋战区，伊无多遮尼侪人派来占领，所以伊就叫即个刘邦，即、這个迄阵个中华民国，吼、哦。叫伊来代替伊来管台湾，哦啊，所以那个占领的，就是美国，啊是用叫这個中华民国来代理占领，啊像我顶面那用之前是啥物嘢？啊之前，总教员嘛，所以想要讲总教员，我们咱刚刚看袂出来，讲哎、欸、台湾那是美国咧占领，敢有？哦，你啊无对初级班上个，即马哦你只讲。看袂出来，平常人看袂出来。按个当，我一直用影评论看，真正是规个政治运作哦，背后拢有美国在插手哦。所以呢，对这个来看，咱台湾是足坎坷，经过七个殖民政权，哦，荷兰，哦，西班牙，哦，德先公，啊个清朝，啊个在台湾民主国，哦，啊个咧。中华民国，哦，总共七个，啊，一个占领，哦，美国，是吗？啊，拢秘伫背后，哦，啊，拢无啊，拢一般百姓拢无啥知，拢去用讲飞机，那遐飞机要咱台湾，啊，媒体就甲伊说过，啊，对啥物，啥物故障，迄人讲是正常个国家哦，那飞恁几飞，一个国家领空就马上啊拍落来啊，拍落，按照国际法也是袂安怎个，啊，搁因为咱即马台湾。就是美国占领，所以他要入来就要入来，吼、哦。咱等下会人来解说，用一挂影片来互恁看。啊，咱即马就是吼、哦，国家第一频道诶，伊就用即马 DNA 会当验咱血缘诶关系嘛，所以伊就甲全世界诶拢用来抽即个抽烟，即个抽咧 DNA， 啊来验讲哦，亲戚关系，我、哦、啊发到发现讲哦，有分过了条线，其中有一个叫 M74，哦，因为拢对非洲啊，对非洲出来，啊，伊就迁移哦 ，M74就到这哦，对这个哦，这哦非洲嘛吼，啊过埃及，这个中东过印度，啊过东南亚这条，啊过个去哩到咱台湾，来到这直接来到这就是。四万年前就到咱台湾啦。啊，未去哩日本、韩国，我去哩中国。啊，所以呢，讲中国是咱祖先，这是错误的哦。为哦，迄阵哦，若按照这个气候，一般人类拢是住哩较热的，无可能住哩较北部的、较冷的，所以大部分都是往北移啊。所以应该是讲，一般人类从这度的做政策，哦，拢是对这较热，然后往北移。所以中国应该是叫是算咱的子孙呢，伊唔是咱的祖先呢。哦，所以对咱的血统来讲哦，哦，伊是咱后一辈啦。啊，所以呢，韩国讲什么，伊是迄个中国的祖先是，这嘛是不对啊。哦，对这是科学的证据。哦，袂当讲白差的，无都讲白差。我们看，这在那个三万年前吼，的就是时代那时候，咱台湾都有乌着，上早就是三万年前叫左正人第一代人，哦，左正人的那个乌着伊的画像，啊，其他的较早就是什么长滨文化，哦，所以有那个三万年前到四百年前吼。都拢有台湾，都拢有人咧住啊！我都唔是讲哦，什么？像建明讲，这个人类大迁移的迄个 DNA 的分布是一致的吼、哦。啊，到四百年前了后，就迄个人分到遮尼侪族。啊，实际上呢，哦，从讲我住伫屏东，哦，叫马卡道族。按个吼，黑龙江河的啦，咱应该是拢，咱拢是台湾人，
哦，免分到遮尼执着，哦，咱拢是本土台湾人。所以，对迄、那个，咱就知对即个地图哦，哦，咱台湾的历史实在哦足丰富啊。啊，毋过咱所教的册，伊无讲到遮尼清，无讲遮尼清楚，而是伊就是徛伫市民者来解说哦。有时拢，互你即马就是吼，上大的问题就是讲，咱台湾。因为伫初级班上过嘛吼，咱即卖的地位就是哦，伫迄个一八哦，伫迄个一九哦，一八九五年吼，因为迄个甲午战争吼，咱甲午战争的签了《马关条约》，咱大清帝国甲迄个哦，澎湖甲迄个甲台湾吼，拥护关了后，日本天皇哦，日本天皇哦，啊伊治理了五十年，哦啊！伫1945年四月七日吼，伊就实施宪法嘛，就甲所有遮住伫台湾的百姓，甲日本因遐人吼，同款的宪法，安尼就变成对殖民地变成迄个领土，哦，就变成正式的领土，安尼就日本拥有有这个领土。啊，嗯，国际法规定就是用万国公法，就是讲吼。你要托爱保持完整，这是的等于自然话，就是讲，你若甲人相弄吼，啊，无小心甲对方弄到一支手断去，啊，对方甲人讲，你爱陪我一支手啊，甲伊剁断，伊即卖科学会安剁开，倒过伊的手术是有法度倒起来，啊，佮伫迄个自然话，迄是袂使安尼，迄人的手，你顶多是叫人家赔钱而已，袂得安叫人甲。对方的手啊，剁来倒来倒来倒下你的手，同款那个万国公王嘛是安尼，领土哦，那变成领土就是你的物件吼，你袂当甲人分割哦。这甚至迄个联合国宪章哦，领土完整嘛是同款的意思。我、啊、这就是中国上厉害，就是利用讲祖先，因为我咧宣传了吼。讲我拄着咧宣传，拄着足大个年会，讲哦，哎，咱伊就讲，伊讲即个土地哦，是中国，是迄、那个是中国个，讲是安怎？讲啊，阮真祖先是对中国过来啊。啊，我问你啊，你若讲哦，甲人租一间厝，哦，啊租一间厝了后呢，结果呢，伊一直租到尾啊，过身伊去传互因囝。叫个因囝甲人讲啊，这间厝我跟住足久个啊，啊，这间厝就变成我个啊，够可能？哈，无可能嘛，因为你无所有，你无所有权嘛。同款个意思吼，即马即个中华民国就利用祖先吼，我讲啊，你是中国过来吼，啊，即中国是咱个祖先，啊，住久就变成咱个啊，吼，无。哦，大个还大啊！所有权哦，你要看迄阵是谁甲所甲咱台湾哦，所有征服，然后规个地理哦啊，然后宣布宪法给台湾人哦，实施宪法，给咱台湾人有参政权跟参战权哦，安尼确实变成伊有即块个所有权。当初咱有分过来做，结果咱无做即件代志嘛，咱就家己。家己的乱的有够乱的啊！我就是因为咱的日本天皇哦，把咱征服变成建立起台湾的完整的主权，就是伊哦，伊功劳非常的大。哦，啊，这样、啊，这叫做啥物？这叫警察做老爸啊！吼、哦，啊，这种拜，迄拜皇帝根本也无，迄也毋是咱的祖先啊，对咱 DNA 咁快，也毋是咱的祖先啊，是咧拜啥物？啊，这样、啊，这政治疑问哦。哦，做个演戏的，哦，伊就去中国遐，结果找嘛是找无，哦，下重点啊吼，啊不止哦，啊个咱本土的吼，咱这林玛丽伊嘛是验 DNA 啊，嘛是证明，哦85%的拢是本土台湾拢是有迄个什么啊，咱高山族还是平埔族的血统，啊15%就是迄落啊，就是啥，我、哦、就是金瓜椒银皮。哦，就是蒋介石
200万人的中国人，哦，所以这对话拢会当检出。啊，恁，请问恁遮阿未申请身份证的人，请举手。哦，搁过来的嘛吼，哦，你若去申请身份证吼，咱台湾人的，咱这个台湾民政府，迄，那个台湾民政府军政府的这身份证吼，你爱申请这户籍成本，哦，就是这個，爱申请出来，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哦，那把让本土台湾人诶，哦，对，这也职位就是一个 TW。啊，我得加，啊，我得加迄个，然后叫我爸爸，哦，我得一直查到搞迄，那个，哦，几代啊，五代啊。搞泰铢，哦，查到泰铢，啊！你啊看吼，哦，以前的人吼，哦，你看78岁，拢活足侪岁呢。这碗泰铢啊，活78岁，啊！这我查到这样都无伊个出生年月日啊，哦，啊！这个，哦，这是阮的阿祖，哦，啊！你啊看吼，哦。迄阵我人咧陪梦吼，就敢看到即个太迄，那个祖太，啊太祖就无去啊。为吼，我无讲咱哦，大部分拢是白部族。迄阵白部族哦，无迄个中国历嘛，无甲迄个家己祖先起来拜。一般你若看高山族哦，因拢差不多，因拢甚至有诶拢待伫厝嘛。所以无咧用蒙牌啊，哦，所以对遮得咱看出来吼，迄人讲族谱啊，啥物迄个十外代，迄拢骗人的，哦，这就是中国做个骗人的，哦，对遮得咱看出来。我到查到迄个第五代了，我阿弟迄个，你看像阮即祖台，哦，伫一出世是1839年，哦，啊到1971年较过身，啊伫即个期间呢。发生什么代志？咱台湾发生什么代志？吼，哦，我有去查哦，叫做迄阵呢，发生一个叫做芦花号事件，伫1867年，啊，搁伫迄个1875年发生牡丹社事件，这物件呢，这那伫教科书应该是袂，应该是袂教这啦，哦，这件的正啊代志就是讲，哦，就是。迄阵呢，迄阵诶时阵，阁是大清帝国咧治理，伊就敢控制西边俩嘛吼，伫遐控制西边。啊，迄阵呢，已经是大航海诶时代啊，吼，哦，全世界拢会去中国，还是日本遐做生意。啊，伊就经过诶，即个咱台湾诶南部鄂兰比遐吼，应该是小琉球遐搁浅啦，结果迄有。伊有迄个小琉球那个白埔族鬼用出草，哦，出草就是把头斩落来嘛，哦，啊斩落来了后，迄阵哦，迄个口斩落来了，迄就是美国人，哦，啊美国人就是刚刚讲，哇，讲我的百姓迄有因遐的遮的迄个白埔族斩去，伊就讲，这是敢是大清帝国管的嘛，伊就走去问大清帝国的政府讲哦。恁的人民甲阮台西人安尼要安怎处理？结果大清帝国迄政府就甲阮讲安怎呢？讲啊，这个部分唔是阮管的哦，这是法外之地哦。哦啊，伊既然讲好，那是你讲的，你讲这唔是你管的，啊，我可开始要拍兵，要来甲人拍。所以的，这个李先德迄阵驻留驻厦门嘛吼，驻厦门吼。伊就迄个找哦，美国的迄个政府，啊，就带一军哦军队去。结果因第一遍去的时阵哦，迄个咱的迄这应该是邦寮吧，邦寮哦，邦寮的附近，你看即摆去去咧，迄阵的白地拢是神木咧。哦，迄阵咱台湾是足水的。哦，因第一批去吼，
就迄有迄有咱的兵部组拍甲真惨落平，因为为虾米？迄阵兵部组都有枪啊呢，哦，都有火神枪啊呢。为是安怎？因为迄阵哦，遮的枪下有一个迄个辖区，迄阵大清迄阵都有伫遐咧治理啊。迄阵的客人吼，都有甲迄个迄阵。大航海都咧教外国咧做生意嘛，哦，所以因都有火神枪，啊，因拢干遐，哦，因拍啦，啊，干因搞外物件，所以因拢是骑火神枪咧拍啦，所以因唔是用骑刀啊，因迄阵都有嘛是有枪，啊，因拢会晓打丛林战，所以因绝对是拍输的啊，所以第一遍拍输，第二遍嘛是个无多征服，尾啊因就去侵略，哦。尾仔个伊着李先德吼，带迄个叫做迄阵个迄阵兵部总吼，有一个叫做多吉祖，哦，多吉祖，哦，就是即、這个应该是咧看多吉祖左边，即、這个看见咱查某个，哦，甲伊签一个用个，哦，所以这是咱台湾吼、哦、第一遍全应该是讲全世界啊，全世界拍赢美国个，哦，非常个厉害。嗯，迄阵即就是哦，一八我看这，这就是迄个一八六七年的哦。啊，过尾啊嘛是讲，尾因着签一个约，着讲哦，那是迄个搁浅的白人哦，你袂当家出草。啊，过十多年了哦，叫是日本人，嘛是伊啊，嘛是搁浅。尾仔在迄个出草，啊，结果日本人就走去找这李先德，啊，李先德就去找多吉祖，就讲当初签约是讲找白人啊，白人较袂使出草，按个日本看来嘛是黄种人，哦，嘛是出草去，哎呀，啊，迄阵，哦，迄阵尾仔在日本，迄阵尾仔已经日本维新啊嘛吼，伊嘛讲要接着讲日本维新的时阵，伊个到底伊武力是有强无，所以伊就派兵去，嘛是去的哦，去的拍咱北部族。哦，按哥迄阵日本的较厉害，只要得拍赢。哦，叫做牡丹社事件。哦，所以咱台湾吼，只要下地输足精彩啊！嘿，迄个应该这本册，哦，嘿，你若去买册，哦，这本啊，哦，也是这是外国人迄阵吼，把伊所看到的过去吼，啊，记录起来，啊嘛有相片。哦，非常的精彩。啊，你啊看，迄阵大日本在第一个第一咱台湾时阵，伊甲咱哦，咱台湾分甲遮尼侪，其中诶哦，福建甲广东哦，那从我诶祖是写虎啊，但虎就是讲俗称的台湾人哦，啊广诶哦广就是从客家人，啊哥，你啊看哦。你若讲福建甲广东人，应该是啊，怪在哪边？怪在支啊，中国啊，是啊，因啊安尼分。哦，实际上哦，因是根据哦语言来分的啊。哦，你啊会晓讲台语哦，伊就用福；啊，你啊会晓讲客语，因为迄阵迄个漫画嘛，迄阵北部总拢介侪拢个漫画，袂晓讲北部语啊嘛。哦，从我这，哦。从我这个太祖是福，哦啊，从我阿叔哦，因是平埔族的，族人菜，哦也有汉，哦也有石，就是石，阮就是平埔族，哦。啊，你看这个哦广，啊你看你啊看这个，你啊讲哦，你啊讲以种族来讲，伊应该是被哦以虎加蛇，甲最后是应该是龟蛇，应该是龟虎啊，因为迄阵是较偏迄个漫画嘛。啊，是啊，伊这两个啦用做伙，就是表示这两个会讲什么话，会讲台语，会讲平埔话啦。哦，所以以前人突然证明讲，迄阵是用语族来区分的，唔是用种族啦。哦，啊，即卖哦，即卖甲讲的是讲，哦，咱欧美哦，因较注重科技啊，哦，注重科技哦。拢利用发明吼，还是用迄个较先进的迄个来研究，所以
因就比大日本较早发明一个原子炸弹，哦，啊，原子炸弹对迄个1945年诞生了原子炸弹，啊，大日本投降嘛，哦，这就是咱台湾本土台湾可能的开始，这就是要讲哦，哦，因为美国加欧洲的，伊拢较注重逻辑思的思想，啊，你看这中国啊，哦，你迄上厉害的吼。中国就是较注重什么嘢？哦，上厉害就是骗嘛。哦，伊个三国志哦，就是哦上明显的看谁较好骗。哦啊，愈好骗的，哦，伊就愈厉害。伊在三国志就是在写这种的。哦啊，这咱买啊，咱台湾民政府之前，咱要哦要讨厌入乌。哦，迄阵哦，咱特别想办法利用教育来讨厌入乌。迄阵哦，日本呢有一个叫福泽谕吉，伊在日本维新的，伊在日治维新的时阵哦，伊就这样的提出，哦，伊就提出什么脱亚入欧，哦，主要就是讲哦，哦，日本应该放弃中国的思想甲儒教啊，哦，啊吸收西方的文化，哦，咱台湾嘛是爱行这方面，啊，伊就这个诶。明治维新呢，有演出是一个影片吼，哦，叫《板上之云》，伊在讲日本维新。我爱阵我看这个影片，我很震撼的时阵哦，因伫实施明治维新的时阵呢，因的规定呢，就开始行，因的过年就开始改什么？改迄个新历年的1月1号，因的过年，甚至。各规定袂使学袂放炮，哦，放炮迄阵我看伊影片，有一个囡仔，遐不放炮，马上警察就来取缔啊！迄阵诶，即阵是1880年，啊，你看，咱前一两个月毋是看蛮什么地，蛮地一个所在，讲抗议拢袂使学袂放炮，啊来游行，结果个过袂几关嘛是个放，哦，迄种是咱中国诶，迄中国迄边个庙个文化就是安尼。哦啊，有些办法是有够差的。哦，这，咱到即马阁要做袂到。有些法制车，按个这日本政府伊就唔敢处理这个宗教，因为哦，这宗教甲因结合足大个啦。哦，咱日本天皇就是安尼。哦，对迄个马关，对迄个甲午战争了后吼，啊。然后啊，大清帝国因拍输，甲平湖哦，甲迄个平湖，甲迄个台湾，因我割了给日本天皇。啊，迄当时啊，迄当时这个西边吼，这个东边，哥是高山族啊，所以伊还没有完整，所以伊得开10年的时间哦，把它征服完整之后哦，再实施哦那个明皇化哦，然后改日本哦，改日本名。上重要的是1945年4月7日实施，实施大日本的宪法，予咱本土台湾人就是了这个，予咱本土台湾人哦，会当甲日本人同款，会当做兵，哦，会当参战，安尼就等于甲日本人的地位一模一样啊，哦，安尼变成台湾的拥有，变成对殖民地，变成领土，哦，这个观念足重要。那领土了后，中国伊就无法度通客走去啊，哦。为遮白纸黑字写足清楚，哦，啊，无尾无讲，当两只原子炸弹无，伫迄个，为遮伊伫哩50年了后吼，啊，伫迄个1945嘛吼。但你要关注炸弹，阿不要得导航啊！导航了后呢，伊就签，迄阵就甲美国签迄个签无条件的投降书。迄阵从方会代表，哦，代表日本天皇甲日本政府，哦，所以才有一个足大的重点，就是讲，伫这个日本天皇制还是女王制吼，日本天皇有这个土地的所有权。啊，政府也是有管辖权，所以伊爱两个人这种出来，所以伊签约的时阵呢，这两个代表一定爱出来，确实
开始把一个所有权跟管理权拢安尼签约，较会当遵守。所以你对迄、那个，你若伫对吼，伫迄个网络查咧，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只有日本政府在签而已，啊，日本政府伊无签哦。所以哦，旧金山和平条约是讲日本政府放弃咱台湾的管辖权，按个伊内底无日本政府，所以日本政府到今即马阁有咱台湾的所有权，就是安尼。咱来看一个影片啊。1945年8月的两颗原子弹，结束了台湾50年的殖民地位。Japanese Imperial Forces is here to be given and accepted, are contained in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now before you. I now invit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mperor of Japan.An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Japanese Imperial General Headquarters to sign the instrument of surrender at the places indicated. On behalf of Emperor Hirohito, Foreign Minister Mamoru Shigemitsu, sign fo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国府第七十军总计3000多人，搭乘了40几艘美军舰艇，驶进了基隆港。对年轻的台湾青年陈崇光来说，这一批跨海来台的部队几乎是他对中国的第一个印象。金木兵啊，青草鞋啊，地瓜的啊，啊用物件吼，用锁啊绑绑的，啊用笨打的打，啊真侪人拢派雨伞啦，啊迄个服装也无整齐。唔啦，讲服装无整洁，落来伫整队啦，伫行动吼，拢哩哩啦啦。我伫大爷耳通看到，在你什么情况？风，伊那落不出阵啦吼，伊伫伫卖迄个金木店，伫甲咪讲，啊，你先啦，我摕这个水道头等于存啊，插到边哩，还是要补水。你从中国到台湾的台湾，哪差一百年？足足哪差一百年？好，我阿达都在叫伊。迄阵台湾伫你咱台湾时阵，差不多算全世界吼的强国之一啊，差不多差50吨以上啊，水准啊，所以英国来了后，你啊穿草鞋啊，哦，伊就甲迄、那个。很多黑人讲的以前规拢我画画落来，哦，啊，像这去食兵，这是那可能拍赢大日本，哦，哎，这就是日本，就是美国等了原子炸弹，啊，叫因过来，啊，无因哪有法度过来？迄阵因要落来哦，那时阵美军敢载过来时，因敢唔敢落来？是安怎？因作惊日本人的呢？那是美军骑乘个鸭逼伊落来的呢？哦，所以哦，所以这去食兵，啊个。但是水准差足多吼，较会引起228啦。迄阵甲咱的台湾地理甲物资规样送过中国去战争嘛，啊，所以物资规物价通膨变成40000换1元，哎，绝对会变的，尾仔就发生228啦。啊，你看迄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哦，是1951年9月7日，总共52国吼，吼、哦，作为签署，还有46个国会通过哦。哦，第一就是讲，日本政府是放弃台湾朋友一切的权利、命令甲要求。哦，这句话是等于日本放弃台湾的管辖权了。哦，因为哦，日本政府怎讲，它只有管辖权，没有所有权。哦啊，第二呢，哦，第二条关的就是。第四条 B， 哦，美国军政府对于这大日本的，这大日本是包含台湾甲澎湖啊，它有支配权、甲处分权，所以也能叫联邦政府，哦，中华民国来管咱台湾就是安尼。
哦啊、第三个伊只有一个上重要，就是全说伊有一个，你们去看23条，哦，它主要是在说明哦，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了，不主要占领权呐、啊、的国，哦啊次要占领一项，就是这日本政府嘛。所以咱台湾诶，就是日属美籍嘛，就是经过这个日本天皇哦，经过这个下关条约加日本哦昭和哦的诏书，1945年的4月7日加古平昭和平，咱就是利用这個，不是啊，就是利用这個咱的国际地位，就是哦日属美占。按过咱知影地位了后，咱要安怎搞这個中华民国关照？哦，咱爱用什么方法？得用国际法啦。哦，得用国际法。哦，第一就是讲，那领土的主权若要转移，应该拢有国际的条约。所以咱得足注重这個国际法。哦，咱马关条约嘛，咱看马关条约。哦，啊，加这个就是讲和平条约。除了这个条约呢，还有一个国际法。哦，国际法做就讲哦，咱必须要足厉害，伊个把所有国做这些话咯。把那边海牙、第斯公约啊、日内瓦哦、公约啊、国际哦、十四哦、红十字规章，还有那个战争惯例嘛吼，伊内底讲的总结就是讲哦，占领袂使移转主权哦。啊，你既然一个主权是人下，就是你伫外国来流亡，来流亡，伊无可能就地。哎，好不好？等那种什么西藏安尼嘛，伊西藏去印度，哦，伊要变成其他地方，变成去去个德兰沙，就变成伊个也无咧。同款呐，一中华民国，伊是流亡政府啊，伊在1945，1949年迄时阵10月7日，就迄个阿强啊，拍败拢得个到走来咱家来台湾啊，迄阵伊就灭国啊嘛。啊，变成流亡政府啊，所以流亡政府诶，伊无可能，因为是美国叫伊代理吼、喔，代理来占领咱台湾，管70年啊。啊，咱即马已经知影咱台湾诶地位啊，所以咱哦，就利用这個国际法，要甲美国退啊，要甲美国退倒啊，讲咱台湾人要家己管家己，伫日本天皇之下来管咱家己啊，吼、喔。啊，要安怎退？哦，咱这怎么样退？等下讲，上简单就是阿哥嘛吼，那讲占领，那个国，那按照国际战争法呢，咱应该爱正常，伊应该爱是美国爱行这个方式，就是讲经过古平山和平条约吼。美国军政府爱伫咱台湾成立一个美国军政府，一个军政甲民政，就是咱即马台湾民政府啊。啊，那占领诶，哦，那占领对百姓来讲哦，是看起来是有好诶，是足好啊，无歹。因为安怎？因为这个占领诶啊，按照国际法呢，伊要保护当地诶百姓诶安全，然后财产诶安全，啊，伊要派兵来顾。哦，唔是讲伊叫咱伊叫战败国，叫伊做兵，也是违反国际法嘞，安尼是袂使。所以中华民国诶，叫咱本土台湾人去做伊个兵，这是违反国际法嘞哦。国际法有规定，你袂当叫战败国来效忠诶战胜国。第二要你有一道的程序嘛。哦，从当初迄个马关条约时阵签约了后呢？日本呢，就公开讲哦，予咱台湾人两年的时间，予你选。你直接两年的，你会通拍卖所有的财产哦，倒转去恁的母国中国。啊，假使两年也过，你搁留伫台湾，安尼你就变成哦，变成日本人。啊，搁流亡政府，伊来代替迄个美国吼、哦，来代替美国，来代替美国占领，伊不要，伊拢用这个。方式正常是讲，军政是爱美军来负责，民政是爱当地的百姓。伊无好，伊以为当初麦克阿瑟伊以为时阵呢，伊甲军政甲民政吼，一个叫民政长官公署，啊一个叫台
台湾行政长官公署，这个是警备总司令部，这个当然军政哦，民政的是迄个行政长官公署。这民政的长官行政公署，规个拢是中国人做啊！哦，这是有关国际法的，因啊做法是唔对的。哦，所以咱知影法律了后诶，咱就讲哦，你美国爱遵照这个方式来。哦，啊，你嘛未使用即卖诶管理法咧，用模糊政策啊。有模糊政策，啊，搁叫咱百姓吼，搁叫咱百姓摕钱去家己买因的武器，因这嘛违反国际法咧。伊个美军啊，当啊啊照国际法咯，美军啊当地派的人入来，哦啊，伊来保护海关，保护咱台湾海关哦外交的安全。啊，咱台湾人心里面政府啊家己立关大政是安尼，哦。啊，所以迄阵呢。迄阵带领了关注炸弹了后诶，哦，麦克阿瑟就下一般命令嘛，吼，就叫蒋介石来过来，哦，接受日本的导航哦，唔是接受导航，是接受日本的导航，哦，接受日本的导航。我迄阵就插四个机啊嘛，吼，我这是诶，这是英国，哦，这是乔恩机啊，啊，这美国，啊，这是苏联，哦，伊是代替。美国来占的军事占领了。迄阵伊阵遐的所谓叫中山堂，伊中山堂是我诶外口哦，伊个大伊个大诶台湾光复诶，安尼讲标光复就是讲台湾是伊中华民国的领土呢。这对遮伊就开始咧骗啊，哦，所以对遮就开始咧骗咱台湾人啊，所以中华民国是一个诈骗集团，就是。对这开始的，哦，因为伊顶面有一个美国国旗，哦，这嘛一支，哦，我这一支国旗，这嘛一支，哦，啊那按照是啊那按照这的写法是爱写安怎，哦，受降典礼啊，啊两个中国台湾战区这嘛唔对啊，因为咱台湾是太平洋战区啊，哦，而且太平洋战区，哦，对这就开始就安骗，就骗到这嘛。所以实际上是美国叫伊过来啦，哦，有计划咧改变台湾的历史。哦，那来看咧，麦克艾瑟伊内底的内容，就是讲，哦，即下就是讲，伫中国，哦，满洲之外，吼，台湾跟北纬16度以北的华印度支那，华印度支那就是越南啦，哦，和迄个蒋介石，哦，来接收啦，吼，接收这个日本的导航，所以麦克阿瑟第一命令是叫那个蒋介石来接收日本的导航，不是伊的台湾，不是伊下啦，哦，这是开始只要你敢骗，哦，所以有两个受降典礼哦，即中国战区哦，伫南京举行，啊太平洋战区诶，吼。在太平洋战区，就是迄个咱台北的迄个即嘛中山哦，即个中山堂遐嘛吼。啊，最近吼网络吼即嘛拢有个些解密哦，我发现讲，台湾光复安哥，我有看到一个解密的影片，叫台湾占领的，哦，所以是毋是讲迄阵？迄阵即个中华民国诶，是要骗美国吼，先翕一张给美国，啊，尾啊，搁翕一张来骗咱台湾人，吼。即我伫迄个哦，迄个网络解密看到诶。啊，咱即卖讲吼，尾啊，咱伫1950年哦，十一月30吼，十月30迄阵哦。迄阵，中华民国已经走过台湾了嘛？按个伊个自己联合国啊，迄阵的中共哦，迄阵中国伊就一直咧抗议啊，哦，伊就一直抗议，就讲哦，伊就迄个去联合国抗议讲安怎呢？讲美国武装入侵台湾，哦，啊叫迄个迄阵。诶，联合国去表决，哦，讲敢是有入侵台湾，结果
9-1驳回，哦，我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给正式回答，无，哦，伊是按照迄阵，因为迄阵诶迄个太平洋战争，一次他是主要占领全国，这是正确诶，伊无迄个入侵台湾，伊意思就是讲哦，迄阵呢，迄阵中华民国驻联合国的蒋廷甫，伊嘛是赶快投反对票呢，哦，伊嘛是赞成讲哦。伊嘛是赞成讲，哎，台湾唔是中国的一部分呢，哦，啊，你看迄种的中华民国，小阿哥的老实讲的讲哦，台湾唔是中华民国的，因为哦，伊也掠准讲，迄种美国可以当帮助中华民国，会当替伊拍中共，啊，然后去对等于因的中国，所以拢配合美国，哦，配合美国来合作，哦。啊，那个看伊个影片，结果这个中国的迄个叫吴小泉听到咧，气加讲哦，气加讲开始骂这个中华民国啊。那个看，我们来看这个影片，第二想这个咩啊？你们是开始疼哦，大家播放一下来。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同时展开了两个议题，中国提出的控诉美国侵略中国案和美英六国提出的中国对大韩民国侵略案。在美国代表发言之后，吴修权进行了长达2小时的演讲，他控诉美国政府制造朝鲜内战，同时以武力阻止中国解放台湾，侵略中国的领土台湾，是非法的，是犯罪的行为。台湾代表蒋廷甫则发言为美国的侵略辩护开脱。It was not the purpose. 这边宣布也好，就是有一位车辆是有一台车辆4768RU， 这边有同心开这台车吗？就车子一直启动，没有熄火。好，4768RU。好，谢谢。Of the statement of Cairo and Custom to give Formosa to a puppet regime in China, so that regime might transmit it to its imperial master at Moscow to use the resources of Formosa to destroy.The freedom of the world and to break the peace of the world. Thank you. 我再一次提醒国家代表，为中国人民所投弃的，就是在我面前的这个国民党反动残余代表，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中华民国公司的呢？这个发言人是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40000000000000。资料片的原声在这里中断了。这段话完整的意思是：伟大的47500000中国人最长1500万中国人最常使用的中国话。他都不愿使用。汉语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之一。对于说英文的台湾代表，伍修权表示了蔑视。这是新中国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发出的最初声音。美国媒体对此报道称，在比较会当看见，这在联合国吼，我对面有迄个网址。你也去查，都有英文，也有那个中文，哦，从这边就可以证明哦，台湾的不是中国客啊，人拢甚至因家己的中华民国都安尼投反对啊个，哦，对家的人让哦就有文字记载在联合国了。啊，那个李登辉嘛是同款啊，李登辉伊做的、就是。十几年嘛吼，
伊嘛知影吼，台湾还是美国军政诶，美国军政权的一块土地吼，不能加入联合国。迄阵就是那阿扁啊咧举办联合国入台湾入联嘛吼，伊就反对啊，伊嘛知影这是无可能的啊。啊，那看。那看，因中国人讲，家己因中华民国已经灭了。哦，那看这个影片，叫做“复职的使命与目的”。请注意哦，这是蒋介石的亲笔字啊。他里面谈到，他说：“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亡国，亡国那是在咱台湾亡国。哦，中华民国已经灭亡，离开的。告诉我们。”1950年3月13号，蒋介石的秘密谈话里面，他承认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咱台湾本土台湾对迄个这个历史的解说吼，啊，咱看影片。用意，修化员拿出前台湾省主席陈诚的回忆录，里头陈诚和蒋介石在1949年往来的一段电报内容，从史观证明台湾根本没有所谓当时被中国政府接管的光复时期。蒋介石他说，台湾在对日合约未成立前，不过为我国一托管地带性质，何人明年为剿共最后之堡垒与民族复兴之基地，连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在1949年1月都认为台湾还不是中华民国领土，那现在的说法会不会太奇怪了？讲话是骗人的啦吼！阿亮话，所以因以前吼，以前因台湾民国人咧举办公会的时阵，拢会插什么旗？拢会插美国哦，美国旗哦。哎，当初人也无想法，你也是啊，人要插美国旗，创啥物？因是咧感谢美国吼，让因来台湾管理台湾啦，吼、哦，因为主要是美国咧占领啊，吼、哦，啊，咱你看这个，吼、哦，本土台湾人，吼、哦，做咧警察做老白，光复都无可能光复，因为吼、哦，那照之前咱秘书长有讲过吼，有介侪人要和这个中华民国在台湾就地合法。因就地合法了，他们可以得到利益，然后再继续殖民我们台湾人。我爱黑皮人做苦的，就是民进党。哦，那个当初日本迄阵接收台湾的时阵呢，伊有予住伫台湾的下人，予伊两年的时间。哦，按照国际法，予你两个时间，予你计算。按个伊中华民国。在1945年迄阵过来时阵呢，伊是麦克阿瑟是叫来接管的，伊唔是吼，因为战争啊变成伊的领土，吼伊袂晓直接甲人改变过，所以伊按强制吼强制，吼伊甲人因为强制变成我们的国籍，吼即咱即马第二件诶迄个各美国都是用这条，用这个改革，不止各美国，各中华民国，嗯。啊，不要，按个，迄、那个美国当初嘛是有要甲这个流亡政府哦赶走，因为伊想讲，这中华民国蒋介石哦，迄阵好像那个《纽约时报》哦，因拢报道讲他们全家都是劫，因为当初美国哦叫伊个有一寡资源甲赞助金拢好，这个蒋介石，结果因拢人乌伊啊，拢乌变引导的人。所以，伊当初就无要继续和蒋介石继续留伫台湾来管台湾。迄阵伊就叫迄个菲律宾讲看伊有要接受蒋介石无？按个煞发生反战，煞救着伊，吼、哦，和伊吼有即、這個、借这个反共吼，和伊继续留伫台湾到今嘛。我来看影片者。派遣第七舰队介入台湾海峡，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朝鲜半岛上的这场战争，使得台湾又被纳入美军西太平洋防线的一环。此后，从1951年开始，
美国每年提供$1亿以上的援助，这不但疏解了因为剧烈迁徙所形成的经济与社会压力，也一度让蒋介石又燃起了希望。我以前美国就宣布说台湾海峡是中立哦，所以迄阵什么823炮战啊、古林头战争，拢敢是金门马祖咧战争了，伊唔敢拍过来，伊唔敢哦一粒炸弹或枪支拍过来咱台湾，伊也拍过来就等于向美国咧宣战啦。我已经宣布遐是中立啊，你也来拍，我就向你来宣战哦。所以这个公布足重要。我安听啊。中华民国这个鬼哪，已经死去了嘛？啊，谁哪个继续在咱台湾？我就反共啊！哦，反共，安哥今麦讲有？无啊嘛，是安怎？也无啦，解释为什么伊哪无咧反共啊？哦，我伊伫中华中国嘛，伫南京做一个蒙牌啊！哦，咱建都南京嘛，就是伊的首都嘛！哦，1912年到1949年，哦啊。咱当然会使来看讲，咱本土台湾人吼，咱当然看一个趣味的影片。我啊，迄阵伫1949年的10月底，迄阵就甲所有的台湾的中国难民哦，中国难民差不多200万就载过来啊。我咱看伊安怎载过来，你也通介侪，你也咧宣传的时阵，你也问讲话中华民国当初是安怎过啊台湾的？一介绍少年囡仔拢唔知啊，来来看这个影片来。The Tetian Islands, 200 miles northwest of Formosa, have been evacuated and left for occupation by China's Red Army. 这就是中国人民。These pictures of the operation have just reached this country.GIs and nationalist Chinese troops work together to clear the islands. The garrison of 14,000 and every item of their equipment had to be moved. Nothing of value was to be left. Then, in silence, the people of the islands moved to the waiting boats. There were 18,000 of them. Bewildered, unable to grasp the reason why they should leave their homes, they filed onto the beaches. It was a scene all too familiar in this half century. We saw it recently in Korea.Before that, in almost every country in Europe. Earlier still in Spain and Abyssinia, men, women and children on the run. Their only crime, that they had made their homes in the path of the machine of war. Operation Pullout, a code name that covered one of the most tense military moves of recent times. With orders to shoot only if shot at, the Americans carried out the operation, never knowing if or when the Reds might attack.你弄这美国的公感觉。And the people huddled near the beach, waiting to board the boats. Their homes had been destroyed by now. There was no turning back. Just off the Tetians, guard was kept by ships of the United States 7th Fleet. landing craft left their parent ships and hurried towards the beaches to pick up the evacuees and take them to Formosa. Soon they must set about building new homes and making a new life for themselves on Formosa.But there too, they will find no peace. 好，我们看到这边就。For the island is under constant threat of invasion. 这群人过来，结果因有厝很大，啊，读册拢免钱。我就讲，我做咧唐五专哦，都着一个外省，就是自台中国人下囡仔讲，其实小人读册咱拢补助，我读册，因为我读私立的下五专呐，迄阵哦，到着。二十几年前，哎，5万块呢，我迄阵5万块足够呢。啊，因拢水早会规样补助，讲是安怎呢？恁哪安呢？后来因就是中国人哦、喔，俺台湾人就是，你看中国，全世界过得最好的中国难民，伫咱台湾。啊，这中国的文化就是安尼，就是骗。哎，进前选举讲啊，安怎愈好，选后诶，伊嘛是讲，嘛是来讲，哦，嘛是该推卸责任吼。即马咱台湾问题就出伫个遮尔，安怎讲出伫个遮尔？哦，伊就讲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是有很肯定的，这根本就是在骗人嘛。啊，我姐姐台湾就是讲哦，啊，台湾是咱台湾人，伊就用这句啊，甲咱骗咱台湾人啊。哦，啊，主要目的是啥物？就是骗票嘛。哦，骗票伊会当补助啦。哦，啊，今年2016年的时阵，毕竟就是讲无可能个会算了嘛吼。哎，马英九讲年底会宣布嘛吼。反正即马对即马局势哦，会当看足清楚，就是讲朱立伦甲迄个洪秀柱，朱立伦叫是咧，是啊，伊那无想要选哦，伊绝对是有看到吼，因无所看到的所在啊。我听秘书长讲，伊朱立伦是 CIA 的人，哦，伊了解的状况，所以唔敢跳的这个赛溪啊。吼，啊，这嘛同款。拢是本土台湾人吼，那这因到底是不是本土台湾，我嘛唔知影。哦，拢是民进党因这边的人吼，拢做阿骗的，阿骗讲吼，哦，台湾早已经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特别明就是袂，那讲早已经，迄等下从吼，迄睁眼说瞎话啦。啊，这等台湾人骗拢我们骗唔知，你若讲从讲白菜鱼啊，咱知影白菜鱼做阿讲白菜嘛吼，是不是？伊讲咱听有呢，哦，伊咧讲白菜啦，按个家人讲白菜，咱听袂出，这个确实佫比白菜鱼啊佫较厉害，吼、哦。啊，这嘛同款，因为吼、哦，因咧民进党的党章就是讲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嘛，啊，这个就违反国际法啦。我无讲，哦，主权不能转移嘛，吼、哦，啊，台湾政府不可就地合法。你中华民国都袂使伫咱台湾就地合法、啊，意思伊讲台湾中华民国就等于台湾是等于把它就地合法、啊，哪个用这一套不公不义的那个的体制，搁要管台湾人啊？安尼哪对？哦，你看，即马最近洪秀柱伊拢讲实话啊，对吗？一种通表啊，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简称就是中国嘛，对不对？啊，结果就是。就是做做民进党还是既得利益者，我无啦，什么中华民国就是中国，那安尼哦，因的利益都无去啊，所以呢，做做诶反对就是安尼，哦，啊，所以咱台湾目前就是日苏美战啊，伫这個中华民国体制内，无可能加入联合国，绝对是无可能的呀、啊，哦，啊，所以阿扁啊，迄个即违反国际法的台独主张。好偏激啊！偏激变成安怎？伊用乖啊！伊真正毋是贪污，用乖啦！伊真正做白，咱美国都甲伊讲啊，地位就是安尼，爱得白包，得白去，咁要加入联合国，想要把中华民国就地化。伊讲诶，一边一国是啥物意思？讲咧，一边一国就是对面就是中国，啊，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哦，他把中华民国等于台湾了呢。哦，所以莫怪。美国改讲哦，伊是 trouble 哦，麻烦制造者。啊，看伊即马出来，伊个敢讲无？哦，佮讲得个人你还乖。来，咱好这個媒体位吼，媒体啊，也是民进党哦，他们造一个趋势的，是讲中华民国就是等于哦台湾，这是唔对的。那对问你讲，中华民国简称是不是中国？啊！伊拢啊，咩啊？打回手工变成台湾呢？敢咪做好笑？来，咱看这影片来。请问台湾懂得中华民国的简称叫中国吗？那你支持两岸统一吗？那好，谢谢你。请问台湾懂得中华民国的简称叫中国吗？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觉得呢？因为我们是台湾。那好，谢谢你。台湾同胞，中华民国的简称叫中国吗？叫。为什么呢？因为不一样啊。那好，谢谢你。请问台湾同胞，中华民国的简称叫中国吗？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觉得呢？那好，谢谢你。请问台湾同胞中华民国的简称叫中国吗？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觉得呢？那好，谢谢你。请问台湾同胞中华民国的简称叫中国吗？
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觉得呢？那好，谢谢你。请问台湾同胞，中华民国的前身叫中国吗？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觉得呢？也不一定是我的，前老板都是检查的。那好，谢谢你。请问台湾同胞，中华民国的前身叫中国吗？不叫。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觉得呢？因为中华民国台湾。那好，谢谢你。请问台湾同胞，中华民国的前身叫中国吗？叫。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觉得呢？为什么要叫中国？那好，谢谢你。请问台湾同胞，中华民国的前身叫中国吗？叫。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觉得呢？因为那好，谢谢你。我这个媒体哦，我变成甲政治人物哦，拢互洗脑去啊！哦，咱明明讲中华民国简称是中国，阿也讲是台湾啊，这讲台湾安尼变成哦，想要把中华民国就地化，这是足严重的。哎，你安尼就变成啥物？你干嘛要做中国人呢？哦，咱无的哦。啊，这嘛是同款的吼，啊，咱看这影这个影片，等一下，我先问你哦，你讲这之前报纸咧报讲哦，迄个中华民国的首都在南京嘛吼，对不对？哦啊，什么叫做首都啊？首都是下面，什么叫首都？对吧？这一国的一个的行政的地方嘛，啊，中华民国不是一个国家啊。他哪有他在台湾哪有首都？啊，你看这个受那个哦，受那个受这中华民国等于中国的影响啊！你看伊安怎讲哎？日前的教育部发给高中以下学校的一份公文，上面写着：根据中华民国宪法，我国首都应为南京，而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则是在台北，立刻引发了很多的争议。而今天呢，发出这份公文的教育部官员出面道歉。画面上，教育部发给高中以下学校的公文清楚写着，目前我国首都应为南京，中央政府所在地为台北。这段文字被学者放上网络，引发热烈讨论。学生则认为首都在南京实在太荒谬。我觉得很荒谬，因为就是中华民国现在不就是台湾的意思吗？为什么台湾会首都会在南京？很像啊，因为中华民国本来就是个国，那它的首都应该是要在台北。而把这份公文放上脸书的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台文所教授李晓峰指出，这份公文完全凸显马政府的心态，还停留在1949年的流亡政府，还要求各中小学推广这种心态，根本是侵犯思想自由。你还发公文，要老师要一致的去跟学生宣传这一套意识形态。哦，这个不只是一种干预教学，其实是很反民主的。李晓峰表示，民调显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比例越来越高，教育部这份公文凸显反民意潮流的心态。而发出公文的教育部组长邱前国则出面回应，引述的文件过时，经过查证，宪法对首都所在地确实没有明文规定，说明又太过简略，向国人道歉。的确，宪法是没有这样的明文的规定，那我们引用的是一个比较过时的文献，那也没有做完整的说明，这个部分说明的确过于简略哦，大家的觉得纷扰要感到抱歉。对于引发争议，教育部组长邱前国除了道歉，也强调会负起行政责任。记者综合报。因是讲对的了，那是因的媒体哦，伊媒体因的利益啊，要把迄个中华民国就地合法嘛，哦，啊，这就是我咧宣传的时候上困难的所在，就是讲咱咧宣传的时候，伊拢把中华民国甲台湾夹做伙啦，啊，所以。您呐，隔壁咱初几咱听了吼，要讲讲这件代志，你要先想办法，把中华民国甲台湾爱跳开，是无共一体的啦，哦，啊无你若讲共一，伊若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的话，咱永远拢是这政治领域无法度迄个脱离就对啊，吼、哦。哎，下一页啦。
啊，这是迄、那个这个白人嘛吼，白人因反正因中华因中国人根本因拢足了解因家己的心事，伊就讲我这中这个、中华民国身份证就是中国人啊。哦，因为我时间无够，咱也是用讲的就好啊。啊，个时候你也讲哦，你也甲台湾人讲哦，哎，你甲证明讲你就是台湾人，伊揭什么出来？揭中华民国身份证，安尼吼，即我是台湾人呢。啊，顶面敢有写写这个一、那个什么台湾人，或者是台湾两字，伊是写中华民国国民呢？哦，所以照咱迄个白人讲的是。哦，伊拢知家己的事，就甲咱台真正吼，那对那咱读了法律，也是外国人看咱台湾，真正会很笑。我今次台湾走是家家拢读甲阮歹去，哦。来，咱我们看这个影片，因中华民国的官拢做了解，哦，啊，因讲的大陆哦，因若讲大陆就是生意，伊就是中国人嘛，啊，中国无唔对啊，啊，只有咱台湾来讲，我都唔知影。来，咱看这个影片来。就是媒体，哇，我都用哦，这个，他的立场相当轻松。有民众认为张安乐的国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打电话询问移民署，却得到这样的回应。我想请问一下，说，外籍人士在台湾有不能够参加政治活动的规定吗？哪个国家的？中国。大陆人他当然不是属于外籍人士啊，是很多人会误解以为大陆人士是外国人，他不是啊，他跟我们一样都是同个种族的人啊。民众无法接受移民署的回应，再次确认，没想到更令人傻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并非是外籍人士，这不是外籍人士怪吗？他怎么会是外国人呢？外国人是持有外国护照的才是外国人呐、啊。那大陆人其实跟我们，他也不是属于一个国家，他跟我们是同一国的嘛。大陆又归属于台湾人士吗？当民众在质疑。因为因中国因他们中华民国的中国人拢做家己做了解因家己的心事啊，哦，啊就讲台湾人无清楚，你们甲你准备甲中华民国当作是伊的国家啦吼，啊你当作是个你变成伊的奴隶啊，哦啊嘞，甚至呢那个好像在世界卫生组织吼，伊甲迄个咱台湾变成中国的一省，伊也去查咧嘛，甲团队阿讲的迄个蒋廷武无，哦，诶，迄个文伊也去查，伊就唔敢讲安尼啊，哦，对，迄个中国的一省，所以迄个美国伊就发表声明，就是讲哦，联合国的任何主张不能片面来改变台湾的地位，是安怎？因为太平洋战争的时间是1941年1月12月7日。到1945年9月2日才结束嘛，那时候联合国还没成立哦。联合国成立的时候是在1945年10月24日，所以台湾的地位哦，你按照国的就是像和平条约，台湾的地位联合国是无法度插的，即马的权拢压伫一堆，拢掌握在美国的手上。哦，甚至就是伊也看迄、那个。联合国的记录，伊就唔敢讲即句话啊。所以，咱拢有白纸黑字啊，咱唔是咧讲用感情讲的，咱拢用法律哦，白纸黑字哦，拢会当揭出来人看。啊，人这嘛是做好笑哦。诶，人外国拢做了解讲台湾就是唔是一个国家，就偏偏啊讲咱解释讲哦，台湾是个国家。哦，咱美国已经有讲过啊，中华民国。哦，甲台湾都唔是一个国家。我们看一下这个影片来，用这个路径。有吗？不然就上面这个看可不可以？哦，那就不用了，哦。好，就是这个新闻在报的，就是说吼，就是哥伦比亚的那个猪，这敢
偷摕报照吼，结果迄个抓到，啊伫，迄个抓到了后呢，伊就讲先伊讲吼，啊恁台湾是一个国家，恁若要甲用引渡条款对，吼、哦，恁所以毋是一个国家，伊就会当安尼讲，因为只有引渡条款就是说国家才可以啦吼。啊，我咧宣传时阵，介侪拢毋知影讲吼，哎，你讲迄个什么人轰炸咱们台湾，大侪拢讲日本嘞。哦，做做诶，所以吼、哦，这历史，我、哦、来、这个中华民国吼、哦，伊然后想要讲要结束，要留一只伊种啊一个方法，用骗就是对历史加真相加暗砍掉诶，伊看咱留一只留较久嘛，所以拢教育，这个日本诶时代，日本这个日治五十年规，咱大部分那从我这辈拢是空白诶，除非你爱去网络去查，哦，然后所以。那人看以前的历史嘛吼，这就是日本的美军轰炸的状况，哦，这是总督府，哦，迄种轰炸，啊，这是迄、那个，哦，新德，哦，这是嘉义，哦，啊，这是台南孔庙运河，哦，啊，这是高雄。这嘛是高雄，啊！我是屏东人，住伫万丹吼。万丹有一间妈祖庙吼，伊边啊藏个一只胃炮弹，美军留落来个胃炮弹，伊只嘛有写呢，看嘛，伊只西元1945年吼，哦，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期间，盟军哦，伊嘛有模糊啦。这个盟军就是像，就是美军呐、啊，哦，美军来轰炸啦。所以反走过必留痕迹啊！伊也要安康袂掉。我伊就，迄个迄阵，就是讲哦，迄阵我咧炸弹炸咧妈祖叫无平型，我神机一个起来讲哦，我这妈祖作兴的。哎呀，因那看这個影片来，咱就是黄敏，唔免拍摄。现在吴家志啊，他是这个黄敏的后裔。台湾黄敏的和通缉灯会一样的，他的爷爷通缉灯会是一样的。阿公那瓜先生，原来是黄敏的祖的。我们确实是黄敏的吼。那个迄个，咱个看台湾美国安那甲咱骗唔知啊吼，咱看咱来看钱，伊安那来骗。那一个有主权国家吼，伊的钱顶面就写伊国的名嘛，哦，像这个美金。哦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哦，那是美元，又称美金，以是世界通用嘛，就看种几万呢。啊，在下面，哦，加拿大嘛，吼、哦，蛮弄一下，哦，啊，这那种世界无，这以前26年，对1936年，吼、哦，哎，拍成了1937年对的，哎呀。啊，加一亿啦吼！还啊，这一张呢？这张钱叫做什么？请问大家？哎，啊，新台币顶面那写中华民国，哈、啊、哈！哦，伊家吼，伊家的足严重违反国际法啦！伊家爱写的那以前的古代票就是安尼，你看古代票。古代就是写咧台湾银行，为迄阵呢，这咱台湾这个已经有主权啊，就是咱日本天皇建立迄阵都是台湾银行啦，拢是台湾银行咧花这个发钱。安尼为迄个主权，尽量未使移转主权嘛，你还是要继续用迄个台湾银行，结果伊讲旧台币。要旧台币，哦，啊对哦，啊就是迄个1945年，因中华民国来啊，啊，无，日本钱就是这就是日本钱，哦，要日本钱就是这，啊这就是一尊，要旧台币就是一尊那个蒋介石拄啊过来的时阵，要。啊，就是40000块，哇，一块就是这个啦，哎、欸，民国几年哦、喔？
啊，反正1946年的时候啊，哎呀，1946年的时候啊，哎呀，对吧？哎，这个旧台币啊，啊，新台币哦，他是在那个1961年的时候呢，哦，他把那个在1961年才把它变过的，哦，哎呀，他把它。没有，就是说把那个这边台湾银行呢，把它改成中华民国了，哎呀，啊嘞，西门科瓦吉科瓦记得还是1946年的期间换，哎，我对查看嘛，我嘛不记得时间呐、啊，哦，好像是228之前嘛，哦，228之前之后吗？之前吧。因为你就是安尼换啊，结果引起那个什么啊，惶恐嘛，民生物资往家乱七八糟嘛，哎呀，所以那个228是在1947的2月28，哎啊，所以四万块往一块的时阵，就是1946年的期间被换了，嗯，啊，所以。这么样未使移转主权哦，伊这未使换呢，因为咱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建设的时阵是用台湾银行来代表这个主权哦，所以用换呢，就违反国际法来。啊，足奇怪啊！啊，明明叫做 New Taiwan Dollars 新台湾银，啊，是哪一样？对面讲印着中华民国，啊，这哦国你也伫国际吼、哦，国际叫做新台币嘛，因为这未使换。哦，这是代表台湾的 A 的主权哦，的日本天皇的哦，伊袂使换这個台湾哦，所以美国嘛袂会换啊，所以伊伫台湾内底，伊也是乌白母嘛，啊，伊母这条就大啊，违反国际法啦，伊这条就走袂去啊。我、哦、这個、古台票哦，啊，这個、以前哦，占领袂使移转存款，伊就伊个知影哦。哎呀，你啊，俩准讲哦，我光顾这个土地就是我的啊，伊人改变过，俺改变就坚固啊，走袂去。同款，这個、以前殖民地吼，以前殖民是用台湾银行券嘛吼，啊我无讲，当1945年4月7日的时阵呢，实施日本宪法的，和台湾变成日本的领土，迄阵伊日本钱就刻过啊，但是伊嘛是用台湾银行手发行，啊个以前就用这张钱啊。哦，日本银行券哦是代表日本的主权啦，变成领土啊啦，哦，所以对钱马上看出来，哦，拢按照国际法来，哦，所以中华民国这张钱哦，新台币顶面印中华民国，这得，咱拢讲啊，这真正让人骗唔知啦吼。啊，伫1945年迄个就是像和平条约签约的时阵。嘛，先说签了中日合约，啊，迄阵签了了后呢，迄阵呢，中华民国的立委就啊问迄、那个，迄签约的像蒋公超嘛，迄就问讲哦，台湾甲澎湖的地位是虾米啊吼？因蒋公超就是讲，哦，讲那按照国际的局势哦，因就拢讲老实话哦，哦，台湾唔是中华民国的。哦，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甚至呢，日本，伊讲这个日本是啥物？是日本天皇，是日本政府，是讲日本政府，因为日本政府就有管辖权吼，伊、哦、无所有权，所以日本政府伊无权利把台湾甲澎湖的哦转予中华民国，因为日本政府伫古时阵和平条约已经放弃啊，伊甚至无这个权利啊，有权利就是日本天皇嘛，哦，所以直接伊拢迄阵拢个也个讲老实话。所以啊，我再重复一下吼，咱台湾地位其实日苏美战吼，就是这两下啊，安尼，咱那知影咱真正的地位，咱即马要安怎啊恢复咱要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哦，即爱向美国讨。所以你爱今后咱台湾人知影，较早来申请身份证，吼，那到71万分呢，吼、哦。
就知影讲哦，美国就知影讲哦，恁台湾人已经要家己要家的民间要偷到要偷到地啊嘛。即马讲只40000，人家足少啦吼。啊，今恁听了啊，今互宣传到台人知哦。所以咱爱行什么步？要何要爱行什么步？行一步。哦，你，假使你的厝人有侵占，啊，你哪拍也拍袂赢伊，啊，只有敢用过的。啊，过你搁找着，搁找着方法咯。唔是搁中华民国呢？中华民国也无台湾这领土的所有权嘛？就看这占领权，哦，那看过有台湾占领权，爱咱爱向伊改革。对，2006年10月24号吼，开始控告吼。哦，这就是伊，我遮拢有附伊的网站。恁免去吧，恁若有心动地，会咱考我的档案吼。你对这个档案啊点下去吼，这拢是美国法院的网址呢。哦，这就是哦 ，Dr. Roger Lin 哦，就是咱秘书长哦，各 United States America 各美国哦，这地方法院哦，啊个第二审各上诉嘛。哦，上诉了后，高等法院的上诉法院就是等于高等法院。伊发现知影讲哦，台湾的真正足可怜哦，伊判定哦，哦知影讲哦，就是迄阵的64年来，本土台湾无国籍嘛吼，啊台湾人无国籍，无迄个国籍承认的政府嘛，啊台湾又往个生活是政治的联合哦，在这选举你安怎选择选袂，安怎选择无法度互咱台湾人过好日子啊，颠倒过如海哦，啊台湾又往个是哦美军来占领中。啊！不要最高法院就判决，哦，因就为了在阿未判决进前的美国，伊就放弃抗辩权了。在2009年8月3号，哦 ，Waiver of Right 就是放弃抗辩权了。就是讲哦，咱台湾民众个诶的那个层的那个的讲的迄个国的地位，甲国际法拢是对的。啊，美国嘛放弃伊的抗辩权啦，就承认咱台湾民众讲话是对。所以迄种。法院哦，吼，就是要求讲，要求美国政府讲，你要合作咱本土台湾人哦，哦，合作咱诶迄个国际地位正常化哦。法院哦，因是三权分立嘛，因为这个国际诶地位是爱美国诶迄个美国总统来做决定诶，法院伊无法度做决定，所以伊就先判庭上搁置，哦，搁置，啊，就不要咱各地级别嘛吼。哦安尼按过了后哦，你看，第一个李定威啊，还是迄个阿扁啊，伊也选到的时阵，尤其是阿扁啊，美国人讲哦，你拢不能改变现状。啊，像马英九选到2010年的改变，签了一个法，签一个法等于要统一嘛，哦，等于要统一，啊，那改变这么大，哦，就是咱那过了后诶，美国嘛是开始咧准备啊啦。讲哦，恁过了哦，讲恁中华民国要准备对恁中国金门马祖了哦啊，你们要赶快签个和平的协议哦啊，那靠有保障啊，所以签这是因中华民国要回金门马祖跟中国和平统一呢，安尼唔是做好哟啊，干那一挂既得利益者吼啊，做咩啊阻碍啊，讲无啊好人过啊，紧签的哦，因着紧对。因就跟对中国啊，诶，金门的哦，金门马祖。啊，你看，这个 A 克法，你看，你敢看到因的他们的内容，内底拢无讲到台湾哦，伊拢敢讲到吼双方，对话这是中华民国甲中国的代志啊，甲台湾一点仔关系，就是一点仔关系都拢无啊。所以内底拢用双方，哦，无咧写讲哦，哎，台湾哎呀安怎安怎无，哦，这是中国的代志，他们的内政。嗯，啊，你看，所以因要走了，因就开始哦删减因的组织，哦，你也去网络哦，废除条例，有够多，是安怎因那袂因啊？你也讲中华民国因啊？因这组织会使留呢，因会做迄个簇拥呢，所以因那要废掉。啊，就是因要对中国金门马祖，因免用到遮尼侪的单位啊，免开遮侪钱啊。
所以因你啊，介侪个部门拢开始咧哦，废除掉啊，哦，你啊，拢介侪，哦，连咧国防部嘛无去啊。我甚至这二二零一零年的时阵，嘛是赶快美国人开始下令吼，禁止这官员参加双十节，哦，这种感染可的应用，后面这哦连锁反应有够大，哦，啊，甚至那看这个影片者。台湾驻美代表处在2015年开年第一天，就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市区内的前大使馆官邸双向园举行极具象征意义的升旗仪式，在场也有许多穿着正式军服的军官出席。尽管仪式并没有公开让媒体采访，不过代表处事后发布了照片和新闻稿。但是这个被认为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场合为何没有对媒体公开？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勋在当天另一个升旗活动告诉媒体说，这是基于美台之间的默契。我们当然就有默契了，有默契了，就基本上双向园是我们的地方嘛，我们举办这些活动是我们自己的活动嘛，我们当然就有默契了。沈履勋说，2015年的升旗仪式是台湾在外交界前辈侨胞和美国朋友协助下一步一步争取所得到的结果。至于这个仪式是否会成为今后的惯例，他表示这是一个过程，还是需要一步步来。你刚家娘在美国现在开始紧张啊，哦，开始紧张啊。我过了讲哦，再回忆一下讲中美合作啊，哦，我看也要卖赶关照的，哦，啊，伊新迄个伫迄个双十年升这国旗吼，迄彩联旗吼，迄可能嘛是讲美国尊重可能升一遍啦，啊，恁也要准备款款物件，也款对。中国的金门妈祖啊，哦，哎，你看这嘛吼，系哦，嘛不是末代呢，依然对金门妈祖继续做伊的伊个啊，哎呀，总统啊，嗯，唔知呢，这迄是中华民国的代志啊吼。啊，你啊看，这影片是咧讲吼，中华民国加中华民国加迄个美国啊的合作，啊内底嘛有讲到介侪甲咱台湾有关的，咱看这影片者。第二呢，这个战役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因为韩战刚刚停火，台湾海峡又起波澜，所以当时美国就感觉到中共它的方向呢已经改变到针对台湾，所以国会呢就通过了一个台海决议案，美国那我要通过，也称为泰国杀决议案。当时在众议院呢的1月26号，就是丽江山战役结束之后的6天，他们以409票对3票，参议院是在2天之后1月28号是以85票对3票通过了这个决议，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在台海用兵来保卫中华民国的领土。实际上在一个多月前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里面也都有了类似的规定，但是生效的时间要到当年的3月，所以他先用这个决议呢让美国可以用兵。再恭喜我呀！哦啊，我今麦就是讲哦，哎，讲美战哦，不，美国占领台湾的事项，哦，就是用对焦，就是咱看出来啊。哦啊，
咱来看这个影片一下。高雄美国学校欢庆建校20周年，同时举行新建校舍动土典礼，地点其实就是原本借用胜利国小旧校区的用地，市府透过合法租赁程序将旧校园重新活化善用，原址新建新校舍。在隆隆的鼓声中，高雄美国学校新校舍破土开工，市长陈菊、 AIT 高雄分处处长欧介林等贵宾手持金铲，共同完成中古味十足的动土仪式。新的校舍完工以后，那可以提供在高雄所有的学生从幼稚园到高中一贯学习的美国式的一个非常好的校园。旧校园活化善用的新校舍预定2016年完工，除了设备更新颖，也将成为台湾第一个绿建筑最高等级认可的学校。新唐人电视李娟农叶子芬从高雄报道。哦，因美军要来照样不可能家一个个嘛，也早因个家属倒来嘛，所以即马哦台北个天母哦高雄拢开始已经拢跟已经咧起好啊，哦，嗯，对啊。有啊，就是这样，这个高雄哦，啊，伊嘛伫迄个 AIT 嘛是迄个什么建湖路100号，我、哦、要起一个，起一个亚洲云运哦，诶、那個，军事指挥中心哦，这可能没料啊，咱来看起来。IT 美国在台协会预计在2014年就要搬到台北内湖的新家了，而这栋新馆是各国在台湾盖的第一间代表处，造价高达新台币63亿。不过虽然不是最贵的，但是主打的是绿能建筑，而且 IT 的发言人说，为了安全的考量，所以工人一半是台湾人，而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部分施工，只是特别由美国工人来台湾施工。一看到媒体接近，工作人员立刻提高警戒，拿起了相机。这看起来非比寻常的工地，就是 AIT 未来在台湾的办事处。向政府租下内湖这片山坡地，美国在台协会正在盖新大楼，不但工地戒备森严，甚至连部分工人都从美国空运来台。工人一般是美国人，可是一般是本地人，所以多半的盖楼真的是本地人，那个从美国来的是做特别的那个安全的那样的部分。你看美国开了这么多钱，代表差不多60亿呢，伊直接起这间60亿，啊人会讲啊，美国会有没有中国？那有可能？伊开这多钱直接咧建设，那可能迄落会有中国？伊嘛无宽裕好即好中国。按照国际法吼，咱台湾是日本天皇的领土，伊袂使给别人啊，哦，所以日本天皇有咱这個土地的这个界面非常的重要。啊，美国的军机嘛，时常拢会入来嘛吼。啊，这是讲吼，伊的训练吼，去美国嘛是去美国遐做训练，伊咪讲吼讲要干。训练做美国兵，我想讲，所以咱台湾确实是啊，拢美国咧暗中咧控制啊。啊，咱看这影片来。内部哦，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哈、哦，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哈、哦、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嗯、的弹头的，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头。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对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嗯。哦，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一年多，没有人发现。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哎，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对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也放了一年多、哦，放了一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3月哦、嗯，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哎，少了四个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yeah. 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一年多，
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三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三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啊、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然后军作战中心在干嘛？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二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置，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带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他才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事情。啊，记得就买赶快。啊，所以这规个美国东西掌握咱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的军队啊，吼、哦，对这拢好像看出来，吼、哦，真正是开始美军的占领咱台湾哦。啊，在迄、那个在2014年的时候呢，哦，咱要准备第二年的控告嘛吼，啊，迄阵美国都派吼、哦、相关的司法人员过来，哦，啊，这举办了诶活动，哦，啊，伊就讲吼，这个美国前司法总长就是讲，哦，咱台湾行这条路是对的啦吼、哦，是对的，啊，恁搁啊继续行，啊，上好是互咱台湾人，甚至吼，互、哦、全世界拢知影，哦，咱台湾咱这条路得一定。我个也较紧来成功安尼，我、啊、这是咱的律师请的吼、哦。啊，咱不要问吼，美国讲咩41万份的身份证，真正有够慢的。我、啊、咱台湾是无都冻遮久，咱得去去过第二遍。咱过第二遍呢，哦，这一间，哦，咱过第二遍，这个变号。已经上诉嘛，已经来审查嘛，都有一个编号哦。啊，你也当叫有网址哦，这是美国国际的档案馆哦，拢已经都已经建档了。哦，啊是啊，哦啊，有诶，咱秘书长哦啊，夫人啊，咱台湾民政府哦，啊咧各去各乡各美国哦，甲。中华民国，哦，咱主要是讲哦，按照世界人权第15条的，就是讲人人有权呢，哦，享有国籍。啊，第二呢，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剥夺，也不得否定其改变国籍的权利。啊，中华民国无跟中华民国伫1946年哦，1月12号无经过咱台湾人的同意，就甲变更过，哦，变成中华民国，哦，啊，伊安得违反这个。这个法令啊，啊，所以吼、哦，你美国那咱温准中华民国，你是当初是叫来管咱台湾的哦，哦啊，咱得伊犯足侪国际法，咱得用这条，伊就走袂去啊，哦，这是明明确确啊吼、哦。啊，迄阵咱夫人哦，带领咱台湾民政府，迄华盛顿 DC 哦，开这个哦，抗美。在健康美的那个记者会哦，啊，伫今年的4月7日呢，吼、哦、的军机就直接去拍啊，我阿姨是要做啥嘛？做中国看，讲台湾这土地依然是美军在占领中，咱看这个影片。这些新闻拢应该知影嘛吼，有两家听个台南嘛吼，啊，赶快你阵中国啊，伊就去咧抗议嘛，
哦啊，严格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啊，美国嘛是遵守啊，因为伊是两架飞机停的伊个什么啊，伊个占领地俩哦啊，伊嘛是，按个伊无先去，台湾美国是中国嘛，哦，伊是遵守一中政策哦。啊！因家内底拢开始咧紧张啊！我你妈很紧吼，那个安尼吼，你早晚下一天会往再走吼、哦。啊，上个是安尼，那看这个影片来。但是哦，或者马英九要小心，你不要逼到最后，把大家给逼上梁山，把你赶走，搞不好。一年六个月当中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哦。你说马总统不放手的话，继续还有那么严重啊？听他的，刚才他里面讲了一段话，是本周将会哈、啊、这个有大事，而且大家绑好安全带，绑好安全带的人是他啦，啊，不是我们这个其他的人啦。哦，马英九总统，你小心了，中国在很多的民主国家里面。这一代的人被中央情报局接走的满街都是。我以前跑的一个最经典的新闻的故事就是马可仕，当时他跟克拉荣参选竞选的时候坐票，菲律宾的电视台有200个员工出走抗议他坐票，他大言不惭，非要留任不可，说他是一个非常合法的胜利者。最后呢，我亲眼看到他在马拉坎宫，也就是菲律宾马尼拉的总统府的阳台上被美军直升机给接走。马英九总统，这个不是传奇，这个不是虚拟，这个不是网络，这件事情也很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会发生哦，哦，你咧紧张啊，你知影？哦，阿哥哦，咱台湾民政府嘛是按照国际法人。欸，中国人吼，咱会当互伊做居民，啊，互因家己去选择嘛，是干那两年嘛吼。你两年若无选真正台湾身份证的居民哦，赶快拢再对金门马祖了，当作中国人。啊，你看迄个最近哦，中国吼，因个人大会吼，通过迄个国安法，爱着讲统一的是台港澳同胞的义务，而且台。这台是迹象，你敢知影？中国难民嘛，哦，伊讲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哦，统一和领土完整，包括哦港澳，还有台湾同胞。我、哦、这台湾同胞是些中国难民嘛，哦，是全中国共同义务。按个这个人大会诶个副主席吼，伊、哦、就讲，港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伊无个咧讲台湾啊咧，无讲台湾的领土了咧，所以因根本拢嘛知影嘛，伊嘛知影这台湾伊无可能客走啊，哦，伊即马是咧向这制裁中国人哦，哦，因爱对金门马祖和平的统一啦，哦。啊，所以，迄个。各天看伊讲爱合作，咱台湾民政府哦，阿拢合作，就是美军哦，美国啊，美国政府互人发现台湾的身份证，做甲假牌哦，所以基本咱台湾已经，啊，按来讲，咱台湾民政府早就咧执政啊，只是讲我们的执政没有还完全执政啊，等于是台湾现在已经有双政府了。那我挂这车，我嘛是挂安倍牌，拍拍照啊。啊，这嘛袂安怎？啊，你看这张，咱是讲这张是美国政府做的呢。啊，像那 AIT 啊，美国那拢唔讲话，那默认嘛，哦，默认。啊，无你提供，你啊，讲凊彩一个团体签用美国的名义，迄只都互美国，迄个美国就叫中华美国改取缔掉啊啦，无甲到即马安尼啊，哦。所以，你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证件会按申请咱台湾身份证，啊，所以你阿个就有两个选择，哦，咱执政的时候，你有两个选择，你若讲我爱台湾中华民国较好，哦，你就继续去做中国人去金门马祖，
啊，你也讲哦，哎，我的本土台湾人啊，哦，你得按客这个，哦，你后一张你得按有资格留落来，哦，包含本土台湾人，哦，还佫有 PTW 一半一半的，还佫啊公民，不居民啊，就是任何国的居民，哦，就是外籍新娘，哦，啊佮迄个蒋介石已经陪的中国人拢会使留落来，按佫他们没有参政权，哦，他们没有参政权。啊，你后一张。哦，就咱申请旅行证件，哦啊，即摆我嘛去申请啊，哦啊，必须就是讲已经落来，只是讲伊会适当的时机会颁发完，哦。啊，这啊，人就讲啊，哎，咱台湾民政府的什么什么现在是有影无？都有咱当心，实际去客这个咱台湾新闻情绪，迄个对，去关岛，哦，去关岛，我证明伊就去海关，伊就客海关看讲。伊嘛是用迄个旅游政府的护照进出，按个伊要证明讲哦，这个证件到底是恁是有声音无？伊讲伊就去用迄个成迄个因的一个变成是去刷卡，讲哎以后啊，这是美国政府所发行的，所以就要求海关登个海关章，哦，登个海关章，所以才得证明讲。这那个新闻讲，确实现在是美国制造的吼。哦，啊，这台是我的，嗯，我调岗停在警察边，哦，哈，嗯，啊，这合法啦，必须你讲的啊，你阿妈怪安排，警察都未安怎，哦，哦，咱差不多要结束，所以咧，美国的迄，那个。诶，官员伊嘛是讲哦，伊咧等待咱台湾人选伫这个领导人，这个、领导人是啥？你到底是要选来家里咱台湾民政府呢，还是要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哦，恁得家己去选，恁若选到了后，啊，选中华民国的吼，啊，家恁会对中国；啊，若选咱台湾民政府的，哦，恁就继续咱到里咱台湾，诶，过祝贺的日子，哦，咱。因为咱是比较命，等咱从波多黎各安尼，哦，咱会过来做好过。好，今日我就讲到这，哦。啊，你若要考我的档案的，你通摕行动袋，哦，通摕行动袋去考。好，谢谢。那各位同学，我们再次用掌声谢谢郭俊守带来的演讲。